欢迎大家收听神魔之塔，我系 JC。咁就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啦，呢个木妹咧系仲未 fix 嘅，咁就祝大家好运啦。嗰啲 iPhone 嗰啲系啦，我哋今日打呢个浩角，系好似系同呢个布兰克洞穴呢个 Black Hole 入边嘅公会人魔嗰一样，我唔知啊。总之睇个关卡好似似似地咁啦。咁我哋入关先啦，唔好讲咁多啦。好耐冇见大家喺呢个神魔影片。今日出咗三个关卡，我分下三日出啦。今日出浩角，听日出佣兵，后日再出燃气啦。好，系呢一队嘅光放龙配呢个大圣大圣，大家对大圣有咩睇法？呢个60%升华到去80%，呢一个嘅20%呢个嘅升华，大家有咩睇法咧？同埋大家对呢个再入中有咩睇法咧？就点解会冇开到？唔紧要，一样啫 ，LTE 都好快噶。呢、这个再入中啊，点解捞咁耐咧？系啦，喂，点解咁耐噶？喂，快啲啊！喂喂，快啲啦，都嘥时间啦。咁重试，通常重试完之后咧，即刻得噶。快啲啊！哦 ，yes， 搞掂啦。系啦，入关啦。咁 R 有五关嘅啫，咁 R 一咧好简单。咁有五只咁样嘅妹子啊，或者所谓嘅奶啊。其实大家有冇研究点解叫奶啊？个解释是不是儿童不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奶呢好了不理了这里很简单由于我们有这个 80% 的大圣再加这个 50% 的这个的光防龙那完全零压力你看黐线的真的 80% OP, 我觉得这个升华的大圣是还 OP 过这个的坦忌的即是你不要计他们即坦忌的攻击力劲那么劲一点但如果你计他那个好用性的幅度是不是这样说OP 真的劲 OP 80次如果大家这个平民如果豪华的话双大胜知不知道每人打你扣多少即是减少80再减少80、不用玩了不过 有好也有坏大家要知道即是 MH 一来好推出了这个 80% 大胜的升华二来呢就即是要有些不好处啦即例如是服务会即是唔俾你掂啊！我以后都唔 fix 噶。嗱，R 一好简单嘅啫，你只咁转车就得噶啦。R 二咧，你可以开大爆，可以唔开得嘅。但系打剩一只，然之后其实使唔使打剩一只？唔使添啊，就咁打晒佢，跟住就入下一关得噶啦。最好入 R 三之前就有啲嗰啲叫咩啊？唔系有啲啊，系你啲大炮咧，嗰三只大炮最好储满佢，因为如果唔系去到第三关遇到某一只咧，就会比较麻烦嘅。你飞一飞先啦。系啦，咁关咗佢之后咧，有咩特别咧 ？R 三，希望唔好遇到肥佬啊，因为如果遇到肥，我哋飞一飞。系啊，冇错啊，搞掂佢之后咧，咁进入 R 四 ，R 四好简单嘅啫。只要你的木妹是跳起了那么就可以秒的了看木妹跟着乱转空转都可以而其实已经赢了打都不用打这么吸那就搞定了那么对皇冠有什么重要呢只要开你不要理他什么 20% 你只要开大炮啪这样就 KO 的了就是这么简单了大家有什么感觉啊对这一队OP 咧，中间嗰啲咩大炮啊，完全唔使升啊，你揾只炮兵佢都得嘅。因为你明唔明？个重点系即系大圣咧，就是太劲啦。80% 我冇嘢讲，就系咁啦。系咯，多谢大家收睇 ，JC， 拜拜。